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他来了。Hello，派派，Patrick，尹浩宇。嗨，现在我们在我的海边，然后就是想给你们看日落。对，这个我告诉你们，我之前没有做到那么好笑的东西，但是昨天我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我是那个。什么？一个 alien 在我后面，然后这个 alien 就是拿我，然后他很胖，我做的时候就是不可以做，我是需要这样，还有在这里很紧，就是呼吸不了，真的。敬请期待，这个很好玩。最好玩，我觉得应该是小九的，我很喜欢他的衣服。昨天小九是一个很，怎么说？很喜欢吃饭的人，有一点这样的，还有那个 AK，我很喜欢 AK 的，因为 AK 我觉得他的服装很有意思。对，如果是海洋，我要想到木瓜沙拉，因为在泰国，如果我去海洋的时候，我就是很喜欢吃木瓜沙拉。然后现在非常想吃木瓜沙拉，所以就是这个。小的时候很喜欢在海边后玩球，这种东西，沙滩排球，跟我说沙滩排球，这个很喜欢，对。第一应该是我的那个什么 film cam。因为我觉得在海洋可以拍很多的很好看的照片，然后很有意思。第二就是一个音箱吧，音箱，一个音箱，对，因为海洋有很好听的音乐，又很好玩，对。然后第三就是一个我的本子跟一个笔，因为我很喜欢写那种故事还是诗，对吧？然后如果在海洋的话，要有很多的那种 inspiration，所以就是可以写在海洋。